来，你中包谷啊？你可听得到？人说听不到。你在种包谷，跟说。哎，这个我在这个毛头了去，我来把它挖好。你好大年纪喽？89，还一岁90岁。哇！我一个人在我这打这个果实嘞，小了个嘛在这样。老板吃了一些，我才30多岁。他43岁，我30多岁。你种的有好多地哦？地呢，两兆亩地。去年子我卖的1000多块钱，种包谷卖的1000多块钱，种的5个子卖的100块钱。你一个人种呢？不是我一个人种的，哪个种啊？我个人苦，哪个人吃了啊？小那个儿子好大年纪了嘛？40岁的人了。40岁。他要老子给啊。老子给他把这家在浙江打工，我弟妹你一个啊？就是挖这个锄头挖来了嘛。背着是哪个给你背下来的？我背来的嘛。你背了好多斤啊？只背了重18多斤。昨天还在爬到去买包玉米种。走圈路去啊？要走好久啊？人家还没有起嘛，我就走嘛。走到一点都过后还走不到，小步的一步只差那个点。我问你，没拿整个证，哪个帮你拿？没拿帮我拿。挖完了吧？啊，小的那个子在浙江，帮他的身份证掉了就来不到了。都是慢点的。家里，哎呦，好难啊！我帮他的身份证落了，坐火车呢，不给他坐。吃不成嘞，这个椅子不成嘞，不要吃嘞。不要吃啊！吃不得的。吃不得嘞。嗯，我怕中毒。哎哎哎！啊。